大家好，我是二年三班的吕文宇，我的主题是快乐图书馆。我的创作方法是先用铅笔画下当天去图书馆的快乐感觉，接着用彩色笔涂上颜色。我觉得当天和安亲班小朋友一起去图书馆很特别，而且我还挑选自己喜爱的地球书和英文书来看，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喜爱的内容。之后我就想把当天欢乐的气氛保存下来，所以老师就教我用笔和彩色笔把欢乐的气氛画下来。谢谢大家。